你们俩先沉静一下啊。我们似乎看见了，如果这个家庭将来如果能够走到一起，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来教一教宝宝。你其实很爱小韩是没错，可是因为你的存在而使他们原本很幸福的家庭破坏了。当你不能够把一个幸福带给他们，让全家一起幸福的时候，那我觉得那一刻你应该退出，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代表你真正的爱他。只有你爱一个人，你才会希望那个人幸福下去。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你不应该跟他在一起，你应该退出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因为阿姨，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。您一直怕女儿受伤，您给她设定她不想过的生活，是按照你一步一步的去给她设定的生活，让她去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您的女儿愿不愿意过这种生活呢？直到她遇到了这个宝宝，她在。你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，而不是天天吵着吵着就能吵在一起的。你说呢，小韩？是。